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甘。现在已经来到5月中了，相信大家也已经放下了那个亢奋的那个心情，然后慢慢恢复到往日的这个正常作息里面。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？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本周好博文的这个推荐博文呢，经过2星期的这个干枯期，然后又逐渐恢复到往日的更新次数了。是的，现在又到了这个本周好博文的时间。 本周好博文的日期是从5月12号，然后一直到5月20号这一段期间里面，由博客推荐的博文。这一次第一位是由这个 Joan Go 他所推荐的博文，他的博文的名字呢是叫做《跨越西马最高峰大汉山》，来自乐飞翔的部落格。博主有注明啊，这一篇是精华篇，哦，看了还真是精华啦。 6天的行程事无巨细，完全写出来啊，然后还配上丰富的照片，棒，真的是很棒啊！接着是由这个叫做贾巴浪分享的博文《泰国慢慢游》，它全名很长啦，我就不念完了，大家可以自己看啊、哦。然后这篇博文是他们的这个曼谷旅游的完结篇。 那想要知道他们完整的内容呢，还是请大家直接到他们部落格详细的阅读啦。这个乐飞翔和这个扎巴朗呢，都是主要以这个旅游为主的部落格，然后博主呢都是以非常详细的文字，然后还有加上图片啊来分享他们所到过的这些地方啦。是的，真的是非常详细啊，这是一个适合旅游前哦来参考的部落格啦。 另外呢，扎巴拉还有大量的这些食谱啊，所以喜欢烹饪的朋友也可以去那一边偷师啊、哦。然后接着下来这一位，他可以算是我们的常客啊，就是阿天。阿天的这个天然私房地图里面的博文呢，老男孩的窃喜啊、读了这篇博文之后，我希望他可以永远保持这一份愉快开心的心情，然后一直下去啊。接着下来这一位。 M d N 啊，他也分享过了几次。这一次他的部落格就是分享了10部电影，博文的名字叫做《新政府特辑》，10部大马电影，你看过哪几部？我看了之后，然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和新政府有关系吗？那至于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啊，自己去看吧。啊，不过还真的是有一点关系啦啊。接着下来又是另外一篇旅游博文。 这一次是一辆旅游列车，这一次呢，他带我们来到了这个北海道小樽水天宫，这是由秋湾之见的一篇博文。这篇游记呢是以照片为主啦，主要是记载他自己在旅途上的所见所闻啦。啊，不错的啊，加油哦！然后这一位呢，算是第一位在本周好博文这边真正分享的 Vlog 啦啊、哦，希望接着下来呢会越来越多。 啊，这是来自 Jeffrey 自己的 Vlog 啦，然后他是分享他自己一个人很浪漫的啊，开着车，然后想要去海边看日落，结果呢走到一半却下起大雨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、啊。不过 Jeffrey 你也不用气馁啦哦，你的日落咸蛋王看不到嘛，但是你晚餐还是吃到了这个咸蛋鸡嘛，不是吗？ 大家一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会知道啊？因为 Jeffrey 呢，他去到海边看不到日落啊，然后就过来找我吃饭啊，就找我吃晚餐，然后我就点了一道这个咸蛋鸡，真是巧啊！最后是来自这个三如驿站天水手笔的博文，它的博文名称是台湾乌来旅跑，乌来美食老街。这篇博文呢，主要是以这个乌来的美食老街为重点啊。 所以，如果有兴趣想要去台湾旅行的朋友啊，不妨去看一看，然后看看在这个乌来老街有什么好吃的。然后，除了这一些以上的大家分享的博文之外呢，然后在视频分享方面啊，照样有我们的胡老师他的横角色。那这一次横角色的胡老师啊，越来越横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连这一个还没有开拍的电影都拿来讲，而且还是这个大马电影哦，超值得期待的。 然后刘天老师的这个刘天讲股呢，这一次刚好讲到了这几天爆红的这个八大牌子。你如果不知道八大这个牌子到底有多猛啊，一定要去听听看刘天老师是怎么说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刘天老师和我呢还有另外一个话题的这个视频啦，然后我和他就2个人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繁体字和简体字。你觉得繁体字比较好还是简体字比较好呢？啊，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吧。然后书香记这一次所介绍的书籍呢，依然是和孩子有关的。然后在这一个视频里面呢，我还和大家分享了一招让孩子从此不再吵要买玩具的方法。百日新政特辑已经发布了3集啦，然后从马哈迪大到萨到朱迪 OneMDB 到最新的这个荷马爱马仕之恋哦，大家呢都是从这个科学的理论来认真的看待这一些事件啊。这个百日科研小组是超认真的，所以请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一番心意。好，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啦，大家记得有好博文一定要推荐哦，不管那是自己的博文还是谁的，只要是好的都值得推荐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麻烦你现在就订阅。如果觉得我们影片还不错的话，就请你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知道。假如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，也请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。在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